关注。你变得比以前更漂亮了。晚上我就不行，请你抱紧我好吗？为什么我爱的人不是你？就算是我，也会有想要守护的人。男孩子接自己喜欢的女孩子下课是一件很平凡的事。今天你真的很漂亮。也许有人说你的时间有多大，说不定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是一段很重要的回忆。背叛阿斯，毕竟我们是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啊。照顾自己，我会常想起你们的。